清明日宴梅道士房，唐·孟浩然。林卧愁春尽，千围揽物华。忽逢青鸟使，邀入赤松家。今灶初开火，仙桃正发花。童颜若可住，何惜醉流霞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我高卧在山林，揭开帐子欣赏山中的自然美景，忽然梅道士派人送来书信，邀我去他那里赴宴。房里炼丹炉刚刚点起火，屋外桃花正在盛开。如果说饮此酒能永葆青春，那我一定一醉方休。